欠我的命就以身相许吧。还你两条命。
你先下车吧，转，跟我走。 兄弟，这一路跟着哥，让你受苦了，都是我没有。如果你放心，你的手，哥一定会给你报的。思琪，就让你哥自己在这安歇会儿吧。 现在姚政的出口都被封锁了，我们的车出不去，怎么办？我有一个办法，我去关一下那儿应该他们，你们直接冲过去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，要去也是我去。子刚，你功夫太差，我不能让你去。你不要看不起子刚好不好？好，我来之前见过康少廷，他同意举义了，而且这笔藏金你们要拉去军火库，这个事情只有你能来做，别跟我争了。 我同意云哥的说法，其一是大事儿，我们都付出了那么多，绝不能功亏一篑。不过，这个计划并不完美，要引开他们的话，只有一个人是不够的。我必须参与。思琪，我等了你10年，我不想再等你10年，别想甩开我。那我也留下吧，多一个人总是好的。 小鱼，你要保护藏经，还有我哥，需要你的照顾和保护。好了，你们都不要争了，这些事情就让我和思琪去吧。子刚，这个是宜晨的老部下，这些人就托付给你了，保重。我哥就交给你了。 小心啊！
没追上，我还有办法，我走。是被气死的，是被马怀龙派人下药给害死的。少廷，你怎么来了？危险已经解除了，我不放心你。
我没有害过任何人。你刚才为什么不开枪？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我没有自己，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狠吧。秋雅，行了，我不想你同情我。我要和你谈笔交易，什么交易？葛少廷，我要告诉你个秘密。说吧。作为回报，你把我杀了马回龙。我答应你。知道错了，你干嘛还那么嘴硬？我是谁啊？我是曾秋雅。就算要错，到底是谁杀死的？薛云锦。是吗？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我只相信我眼睛看见的。曾秋雅死了，薛云锦跑了，藏经没了，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。自从蔡明之暴露以后，五成的共产党都藏起来了，现在他们知道了藏经的消息，
一定会蠢蠢欲动，加强联络。我连夜赶回武城，就想借此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我只需要结果。杨先生，请放心，结果一定会好的。文件我找到了，康少廷已经答应了举荐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子刚，赶紧和赵队联系一下。组织上只要求单线联系，我联系不上赵队。蔡叔倒是给过我一个密码本，可是我找不到电台。子刚，密码本在你这儿。是啊。我爹说过，如果他有什么不测，让我去红霞里424号去电台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我爹吩咐过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泄露这个秘密。子刚，也让我加入队伍吧。虽然我不能动，但是可以替大家守着后方。齐凡哥说的对，我也加入你们。这次我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真理。我知道。谢谢你们，欢迎你们加入。欢迎你。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。福星社电讯室全天24小时都在监听，从监听电波到出动电讯车确定坐标，最多30分钟。所以，你们从发报到接到回电，全程不得超过30分钟，确切的说，是不能超过20分钟。明白。对表。现在上午时间10:12。没错。子刚，上去之后。找到电讯室，以窗帘为信号，整个环节不得超过20分钟，一旦超过立即撤出来。小鱼，我们行动吧。嗯，你们要小心。范围，带上通讯车到附近，给我仔细的搜查。是。已经20分钟了，他们还没出来，要不要上去看看？放心吧，
一切都有我。许宗的人，糟了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你去接应子岗，我去引开他们。我要和你一起去。子岗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你，相信我，我会平安回来的。你保证？我保证。快去吧，小心。我们已经超时了，我们必须马上撤。再等等吧，如果现在走就前功尽弃了。我们已经超时2分钟了，不行，必须马上撤。快点，马上撤。等一下，有回复了。停车。位置确定了吗？只能确定大概方位，应该就在附近500米范围内。封锁所有出口，快！小鱼，你没事吧？快走，我们暴露了，走，走。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都给我仔细搜查。我们撤。追！
秦剑，把手举起来，有人想见你。他不让我们去。上车吧。气丝如云，寸寸成魔。思琪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我们一起想办法救出云哥。嗯，只要马慧龙还没找到藏经，他就不敢对云哥怎么样。子刚，你和上级联系上了吗？联系上了，上级已经同意我们用藏经购买军火。还给了我一个赵叔的地址，太好了！你们现在赶紧行动。嗯，我们马上去找赵叔，快去。思琪，嗯，你是不是打算自己去救云少？哥，你别胡思乱想。你想做什么，哥阻止不了。哥只是希望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别放弃希望。哥实在不想把最后一个亲人也送走了。你抓住了薛英静，你打算如何处置啊？还是先刑讯吧。不过薛英静受过严格的反刑侦训练，可能啊作用不大。如果你觉得搞不定，那就让我来，我有的是手段让他开口。我想拿他当诱饵，让段子熙他们用藏金来换人。哦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听说十天之后是你的五十大寿啊，正好借此机会引蛇出洞。咻！可是我从来不办寿宴，所以可能不太妥吧。就这么定了，大肆操办一番，到时候等他们出现，我们就一网打尽他们。嗯，那好吧。灵儿，把藏经的地点说出来吧。你呢，还是我的好徒弟。马慧龙呀，马慧龙，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我师父？
这里还有什么绝招，都给我使出来。来，让我看看。灵儿，你不要逼我。师傅，我就喜欢逼人。那好吧。怎么样啊？滋味很好受吧？特别好受，你要不要也试试啊？黄金有价，生命为家，你再想想思琪，你们两个人好不容易在一起，你又何必要放弃生命呢？有些事情啊，你不懂，这叫爱情。我从小啊被你养大，我这个习惯你应该知道，我就是嘴硬。再给他加上一层。福星社现在盯得紧啊，而且我现在又没有我爹那么大的影响力，只能调走一部分兵力。还有，咱们的武器现在严重不足，怎么办？军火的事情我们来解决。那我应该怎么配合你们？明天请少帅协助我们出城，预计十天后军火送到武城郊外。少帅请提前转移兵力，回头让次岗送你们投奔苏区。十天之后不是马惠龙的寿宴吗？那咱们不管轩辕镜了。这是我的决定，你们就别管了。